9月17日13时34分，三名中国航天员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顺利着陆，圆满完成三个月的太空出差任务。航天员会带哪些礼物？飞船在返回过程中经历了什么？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彭之浩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做出解答。9月16号8时56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分离。分离前，航天员乘组开始打包收拾回家要带的礼物。庞志浩分析，这些礼物包括他们三个月的实验样品、实验数据等。因为他返回时能带100公斤的东西，比如有的种子啊，有的实验样品呢、啊，还有一些实验数据都得拿出来啊。还有拍照的照片，可能我们当时拍照的照片啊，就放在硬盘里或者相机那些的都要拿回来。分离后，神舟12号还有一项重要任务，绕飞和镜像交会试验。9月16号13时38分，神舟12号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成功验证镜像交会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奠定技术基础。返回之路并不轻松，庞志浩说，从失重状态再回到重力状态，对航天员的身体要求特别高，三名航天员要储备好体能。一是睡眠要好，第二要加强身体的锻炼，因为要从一个失重状态再回到一个重力状态，对身体的要求也比较高啊。这个另外要补水啊，这个返回过程容易失水，要补水增加这个营养。庞志浩介绍，飞船返回分四个阶段，包括自动减速、自由滑行、载入大气层和回收着陆。其中在自动减速阶段，飞船要完成两次姿态调整。刚开始是飞的时候是轨道舱在最前头，然后逆时针旋转90度以后呢，啊，这个轨道舱和返回舱要分离，分离完了以后呢，再逆时针转90度，也就是说推进舱在前头，啊，返回舱在后头。这时候你发动机一工作呢，就是沿着前进方向这个发动机工作，这样的速度就减下来了，啊，它就会这个进入到返回轨道。本次着陆点选在了内蒙古阿拉善盟的东风着陆场。9月17日13时34分，神舟12号返回舱顺利落地。几乎同时，搜救队找到返回舱，一建一保等人员进行了必要的现场处置。随后，航天员被送往北京。庞志浩说，三名航天员将在北京进行医学隔离期、医学疗养期、恢复疗养期三个阶段的身体恢复。在隔离期呢，航天员医生呢要对航天员实施这个医学检查。啊，包括临床各科常规的一个检查，还有这个力位耐力的检查、平衡功能的检查、人体成分分析、心血管调节与控制功能，啊，人体功能状态的检测，啊，重要的项目呢还要进行动态跟踪，啊，并且实行了检查和体质训练恢复相结合的这个方式，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呢。逐渐增大这个负荷量，啊，可以适当地安排航天员啊做一些这个平衡的训练，啊，步行训练，啊，医疗体操和游泳，还有放松手法。根据临床医学的检查、生理功能的检查呢，航天员医生呢要对航天员的健康状况啊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和评估，以便呢指导后续的恢复，措施。但这期间呢，航天员是跟外界隔离的。太空出差三人组顺利回归，期待他们早日度过恢复期，与人们分享交流出差心得。